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将要去玩的时候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幸运转盘服装疯魔百鬼。好，可以看到图片呢，有男角跟女角的套装。其实这一套服装呢，它是男女角都可以穿。像之前 Free Fire 有推出，就是有些服装是男女共穿，就是说你抽到一个颜色以后呢，男角女角都可以同时穿同一件衣服，然后只是说看起来会不太一样。然后官方这边的话没有展示女生穿起来的样子啊，有点可惜。可是我看到其他伺服器有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又开其他伺服器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我现在切换到印度尼西亚，就印尼服啊，然后一样呢到转蛋这里，你会发现呢就看得到女角的套装了。所以这主要是看游戏官方吧，就是每个伺服器的官方看要选择展示哪一套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女角，看到女角后就觉得不会怪了。主要来讲就是男角这样子搭这个头发跟这个妆容啊，有点吓人。可是女角搭起来的话还是可以看的，就是不会那么的丑啊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女角跟男角，所以这一套呢可以直接刻。原本以为是男生跟女生是拆开两次分开来抽，结果这次是一起抽啊。所以说可以看到呢，哇，女角穿起来好好看，男角穿起来也好看，而且特效满满啊。它每一套特效后面都会有一个恶鬼，然后会有个类似特效的光芒，火焰吧，在燃烧。然后我这次想要抽两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金色这个很像三太子，可是三把火是不是？一个裤头一把火，这是三把火。再来呢，紫色也不错，蓝色也不错，可是考虑到浅浅，我们应该是来抽黑色跟金色就好了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呢？他们图纸的部分这边是四个加八个进化石，这边是三个加六个进化石，这边是两个加四个，一个加两个。这边进化石怎么感觉上比台服多呢？对，好像每个伺服器都不一样的活动。因为后来发现印尼伺服器的部分呢，这边有活动，就是储值啊。储值的话，你可以多拿到一张图纸，所以是因为这原因让印尼服的部分呢多一个图纸才能换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图纸是储值100钻就有了。然后台服的部分呢，就是少印尼服呢各一个图纸啊。哦，这个也是我刚刚发现的小小的一个彩蛋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所以我们台服不用被强迫刻那个钻石拿到图纸啊。好的，我们回到台服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刚刚是印尼服，你们看到图纸数量的部分呢，减一张，目前没有看到这边要图纸，就是拿额外的图纸跟进化石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台服呢，直接可以看到图纸没有增加，就可以直接抽就对了。然后这一套我们来看一下动画嘛，动画也是非常的帅啊，让我想到杀戮百鬼的那个动画。会不会是跟杀戮百鬼太红了，所以官方又出了一套跟百鬼有关的，就是跟鬼有关的。这边是感觉像三打一，其实是同一个人，然后一直换颜色，最后变金色。欸，不对，是好几个人，后来仔细看他好几个人。然后我发现这个人物的部分啊，选错角了吧，他选了一个亚当来当模特。亚当这个看起来超可怕，很像怪怪的人。然后点进来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里面变成夜神准。我们把这个脸给拿掉，我们看哦，好多了吧。然后你看这样服装，只穿服装好就很帅了，这个头发可以换掉啊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我会来为大家实测一下抽到四张进化石要多少啊，因为我要抽金色跟黑色，所以我会花到四张进化石跟十个进会花到四张图纸啊。好的，今天的部分我也想要抽这个疯魔金鬼跟疯魔铁鬼，这两个加起来要四张的图纸跟十个进化石，那我们就开始抽吧。我现在钻石的部分是9589钻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四张图纸跟十个进化石要花多少啊。其实进化石不用抽，因为进化石我有40颗了，之前有些服装复刻没有抽到，进化石就越来越多了。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购买50次呢可以获得一张图纸，这也不错啊，50抽你就有一张图纸了。所以说我只要抽三张，因为50抽内我觉得要中四张好像有点困难，以我对于这个转蛋的了解，好吧。总之来讲，我先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一张，哦，这边有一张嘛，欸，叫我可以累积五张哦。我们先用五抽抽，因为这边购买有时候会拿到一张，那应该可以五抽直接那个。好，总之来讲，我们就先五抽350吧。拜托拜托，图纸好出一点吧。欸，可是这套很棒欸，男生女生都有。出一下，出一下。哇，这次真的，哇，这次我不知道怕会不会很难抽。好 ，OK， 有五张了，五张后我们用这个拼。哎，
哇，有点紧张啊！一张都没中，我们换一抽八十钻，我们是看一抽运气会比较好。有时候一抽感觉这样几率比较高啊，有时候会这么觉得。没有，五抽吧，五抽比较便宜，至少五十抽就有一张了。如果你今天只要黑色那套的话，你就五十抽就一定有。哇，可恶，哎，好难抽哦。五抽350啊，这不是十加一抽了。这一次必须男子生都有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难易度会提升。没有，来我算一下，五抽的话是70赚一抽啦，我们再试单抽吧。我不知道会不会破产，四张图只会让我破产。哇，我抽幸运转盘运气好像不是很好，原本以为会像那个龙珠转盘。一抽一就中一张图，中一张，才刚讲，拜托再中一张，再中一张、欸，有没有人五抽都中五张的？好，如果有的话，那么欧你一定要留言给我，那这一定要截图，不然我不相信，就是要这个画面哦，不要 P 哦，五张哦，五抽五张的话，天哪，你真的是可以去签乐透了，绝对签乐透。好，再中一块饥荒的石，好，我们现在有一张了，现在有一张了，我们再拼三张。啊，应该再拼两张，因为五十抽就会有一张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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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试试看中三张到底要花多少，应该是三张，或是啊，不然这样四张好了，这样换算比较准。四张要花多少？加右边这个五十抽的，每次抽这就觉得很紧张。哎、欸，中一张 ，yes。又中一个，还中进化石，是第二张。好的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就下课了。拜托拜托，这套我觉得蛮好看的，这套的男女生都可以穿啦、啊，算是非常省钱的。之前有些男生女生分开太邪恶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之前是很常男女生分开，你就要分两次抽。再来一张，再一张，哇，有点紧张。拜托拜托拜托。这时候非常需要欧运哦，再一张，哇，不行，我黑色那套都很帅，如果抽到破产的话怎么办？我建议大家可以抽黑色那套就好了，黑色那套比较便宜，金色这套感觉上就，哇，因为图纸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抽，哎，拿到了，第三张拿到了，我先确认一下，好的，至少现在一定是有金色这套了。我们这又缺一张了，一抽八十钻解决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刚以为中了，我刚以为中了，可恶，他这个耍人啊，他只是路过而已，他只是路过，拜托，我觉得这个价值至少三，哎、欸，应该四千钻差不多吧，两套，哎、欸，两套，哎、欸，不止，两个颜色，像。应该是四五千钻啊，我觉得四五千钻还算合理值里面啊，因为毕竟你要算它是四套哦，如果你抽两颜色，这样加起来是四套。我现在讲的是我要抽的金色跟黑色。哇，最后一张很难出哎、欸，他是不是知道我的计划了？单抽，哎、欸，可恶，我的单抽会中哎、欸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别让我破产，不要跟我说最后一颗超难。而且你们看哦，如果你今天没有进化石，你要抽多久啊？我还是建议，如果说你们有天啊在抽幸运转盘，可以购买精英通关啊，因为精英通关就有进化石了。那有些活动都有进化石，这进化石数量很多。有时候我抽不到图纸，我就放弃了。进化石就是累积下来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进化石数量超多。哇，剩下四千多钻了啦！拜托啦，中一张啦，再中一张啦！哇！来中啊 ！Yes， 下课下课，好，各位我下课了，我下课了，我算一下，九五八九减掉四六三九，四九五零钻有没有？跟我预估的差不多，我觉得在五千钻以内，因为我要换算，你看哦，这一套金色的如果三张图纸，我觉得啦，应该至少值四千钻啊，这个值在一千钻。那这样加起来的话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应该是这个应该是3000多钻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大概
一两千钻左右，因为他毕竟男生女生，等于是你这样子偷的话，等于有四套衣服哦。然后你平常如果你今天只要抽一套的话呢，你就把它换算成两套，它的几率的值大概上是这种感觉啊。所以我刚刚就觉得大概四五千钻应该会中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欧海飞，或许这样子算，不知道，大家留言好，大家留言一下，那我知道我欧海飞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总之来讲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哦，这个数值4950钻。抽到四张图纸，然后进化时只有抽两颗，刚刚是40颗，只有抽到两颗，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进化时的朋友们，我建议你呢可以右转出去，开玩笑的，只是说进化时真的也很难出，如果你今天没有进化时，你就很麻烦了。哦，对，而且这边要消耗10颗进化时。OK， 我们换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好的，金色的鬼拿到了金鬼。感觉会招财，这套有特效，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特效是什么。然后黑色我觉得好看，因为我喜欢黑色是为了暗杀用，大家知道我都走暗杀流的。孤狼型王家的话呢，不用太高调。好的，哇，这个 model 以后换个人吧，我觉得台服应该换女角，女角的话，我觉得大家氪金意愿会比较高。好，我们来测一下服装吧。首先把它全部穿起来。哇，这个面罩要拿掉。我们先给大家看男角啦，男角这个涂装脸太丑了。我真的觉得脸谱很多都很可怕。我通常不会让角色带脸谱，除非是眼睛的。这看起来、真的像鬼啦。OK 啊，必须是鬼嘛，那就鬼到底啦。好，我们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吧，长这样。好，然后角色的话，以后应该还是放夜神准为外面哦，外面放一个亚当应该也不愿意吧。我们看一下换别的眼睛，好，这两个都很丑，好，这个就不用装了。搭配一下其他哦，搭这个眼睛还蛮适合的，金色就是都在发亮，然后正常一点就像这样，可以啊。这个头发是白龙吗？我也觉得很像白龙，头发炸开的感觉。哦，原来是白龙啊！我们把它换成一个正常眼睛啊。我最常装的眼睛是，其实红色眼睛那一个，这个，这是我最常装的。我觉得头发换掉就没问题了。果然是头发的问题比较大。哇，大家这个也蛮好笑的，全部烧起来。我这边轻松搭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氪金之前一定要看拿铁的影片啊，才知道要不要花下去。才不会花到太多冤枉钱。看完后如果觉得还好，那就不用抽，这笔钱省下来。如果看了以后这个很帅哦，那你这笔钱就可以花下去了。哦，这样大还蛮帅的，搭上像这样的感觉啦。这个是金色的，然后我们给他戴一个口罩。这黑色头发这样搭还蛮帅，因为他这个下面是黑色衣服嘛，黑色搭金色。哦，就是这样了，帅 ，OK， 黑金搭可以，黑金搭很帅，这样搭其实就很简单自然了，也不用搭太复杂，因为毕竟它都已经发亮了。然后它这套好像有一个特效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它写在哪里，应该会写，击杀敌人时触发特效，穿戴防弹衣仍可显示外观。等一下还要测一下吗？有点麻烦，隐藏背包，它是可以隐藏背包的。我觉得头发颜色有没有换一下了？金色应该也可以。金色这样蛮搭的。这套金色其实整套服装比较显眼一点，感觉上就是在告诉敌人说我在哪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来看哪个发色最搭。这个等你们抽到后自由发挥啊。也不错，光头也行，好吧，像这样子的搭配方式。再来，我们试一下黑色这个吧，有个黑色的服装。好，黑色的话在这里，我们先把这个面罩拿掉。我觉得那个拿掉脸，应该是这个应该要放在最上面才对。好，这是黑色的，看起来很吓人，对。这个脸谱不拿掉真的是会吓死人啊，敌人还没有被你打死就被吓死了。这头发好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女角，男角戴这个蛮奇怪的。这边我们简单搭配一下吧，
改上搭这种白色头发就可以了。这套露一点肩膀，感觉真的比较适合女角。哦，这样搭也很蛮好看的，这样搭，搭这个很帅，因为刚好看起来像是他的斗篷一样，而且没有违和感。黑色头发还真是可以，不过这个我觉得可以搭白色头发。接下来我们戴一个面罩，好像这样的感觉，就分享给各位。在我们最后要试下女角，先把这边储存起来吧。替换 ，OK， 金色跟黑色。女角的话，我们用卡洛琳来测一下吧。哦，这眼罩拿掉，戴这眼罩看起来好可怕。我觉得取消按键应该是真的要改在上面。Oh my god！ 哦，脸谱很可怕，脸谱真的是超吓人，脸谱真的要换掉。换掉后呢，看起来也是怪怪的。雷神索尔女生版，我们还是先用正常的好了，这样子吧。头发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哦，头发我是觉得有点不是很喜欢。头发可以把它换成别的，应该还是换我比较喜欢的造型。像这个就，像这個搭起来就也还可以啦，因为毕竟它里面有黑色衣服可以重色，搭这个斗篷是蛮适合的。只是这套感觉上肩膀是不是有点耸？是因为他的动作的关系吗？感觉上肩膀怪啊，刚刚头发跟这个很像啊，怪我就觉得面熟。哟，头发很像，跟那个上面那个。我觉得卡洛琳原本的发头发或许就很好看。好，卡洛琳原本的头发，好吧，不搭。看来还是得用妖狐啊。妖狐呢，可以搭一切的造型。妲己。这是女角的部分，好，再来我们试一下那个黑色那一套，这套是逢魔金鬼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黑的逢魔铁鬼，哇，好鬼，这个脸谱真的很鬼，我觉得有些玩家可能会喜欢，我是不太喜欢啦，好，一样换成这样，换成后其实就比较好看了，然后这头有点像那个。绯红女巫就是上面那个头的打扮，我觉得好像可以搭出绯红女巫，这再来搭搭看好了。头发我们一样换一下吧，这头发应该是蛮好搭的，就随便搭一下就好看了。只要颜色有撞到就不错啊，搭这个啦，刚刚可以搭这个系列有没有？这种就是头上有戴一个鬼面具的，这搭起来都很好看。然后像斗篷类的话也没问题。好，如果说有抽的朋友们呢，你们就自己搭搭看吧。我今天就快速分享一下给各位啊，就是这个套装抽要花多少钻，然后他男生跟女角长怎么样。看完后呢，你再决定要不要氪下去啊。然后像搭这个，哇，超适合，根本就恶魔。然后妲己呢也可以，我都叫妲己，仙影灵狐这个，哇，这样搭起来好好看哦。哇哦，好，这里的话为大家实测一下击杀敌人他有什么特效啊。我猜就是后面亮起来吧。应该是后面亮起来吧，好，就设到这边啦。好，总之他这一套的话就有特殊的特效，刚刚应该击杀敌有看到，就这样吧。他这个特效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明显，要很仔细看啊。然后大家有看出来的吗？他就是击杀敌人后触发特效。好的，今天就快速跟大家分享逢魔百鬼的实抽啊，然后还有套装的搭配，然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呢，你们花了多少钻抽到？这里的话呢，就搭配给大家看啦。今天游戏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那天影片，可以拜拜，喜欢持续订阅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去叫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你就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一频道，总有 Twitch、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那球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